陆地航母是中国人全球首创的一个全球第一个能够把飞机塞进后备箱的产品，所以这个产品很值得期待。以后自驾游啊，就是开着我们陆地航母去看从空中鸟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这个产品它最大的创新点就是在于我们把量子安全的这个加密技术结合到了无人机上。我们采用了行业首创陆空两栖构型，然后可以实现地面行驶、空中飞行以及空地对接三大场景的最优利用。